志玲和 Akira 2019年结婚，婚后育有一子，一家三口生活相当美满。虽然早前他接受好友蔡康永访问，自曝不再回演艺圈，震惊外界，但一举一动还是备受关注。日前有网友在日本东京巧遇林志玲和 Akira， 当时林志玲身穿白色洋装，尽管只是背影，但一身仙气依旧让大众赞叹不已。而今日有网友捕捉到两人在东京一家餐厅用餐，网友询问林志玲是否可以合照，虽然被委婉拒绝，但网友仍表示至少体验到了传说中她的温柔。而照片曝光后，也立刻引来众多网友纷纷羡慕，直呼太幸运了吧。